那你今年毕业完了，你做啥准备呀？就这也是现在痛苦的另一个来源吧，就是要一边改论文，然后一边找工作嘛。来腾讯上班吧，不行，天，考虑吗？没有那么容易了，啊，不容易吗？很难，非常非常难啊！真的天吗？那哪，我千面辛前万这些苦人，读他们书，都是怎么进到这个公司的？来得早，啊，来得早啊，来得早，熬过这一段就好了，熬过去就是。我觉得你写说论的文很是有件道理。挺沉浸的事情，我挺享受写论文的，我老爱写论文了，我写论文老快了，刷刷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的本科论文写的啥方向呀？我本科论文写的是英雄联盟的营销。英雄联盟，我就挺好奇，毛毛他毛毛是不用护写理论专文，业吗？毛毛你这们专业，专业不写论文，考实操吧，是吧？就哦，实习，就实习。好呀，行，那拜拜啦，谢谢你们，不用客祝你气，们天天开心哦。也祝你开心，拜拜。拜。呀，拜拜。我当年毕业论文还优秀论文呢，你们用答辩就用是答在这辩，块儿。用答辩，只有优秀论文答辩，我还答辩了呢。我的论文交上去，我的导师只给我改了格式。Lucy，我这个亲啊，逛啊，刚从云南回来，结束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旅行。今天都是来显摆的。好啊，我马上也要去云南喽。雪琴也要去云南呢。你说吧。雪琴，手往那边，也马上要去云南了。那是打算去年看的去有朋空友的地方，特别想去云南，正好要跟我们两个高中同学有时间，激情决定云南自驾，在家练了一个月车。哦，你对云南有什么想了解的？去之前其实我有些担忧，我们几个虽然是高中好朋友，也一直有联系，但上次一起旅行都是高中毕业那会儿，那很好啊。